妈呀，这个大头菜，哎呀，这个是。我倒不跟你抬杠，我说我早起买的，我不知道哪个是啊，你愣说那个是。我倒不跟你抬杠，我倒是抬杠那没意思了。为什么不抬杠？我不抬。你看我说的这个是。他不抬，他就生闷气。我不抬，你们说啥是啥。真没错，你看那个根长这牙，哎，这个结果这个牙更真的是吧？这个可以，今天来山里做饭了啊！假如你想变得勇敢又坚强，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会选择向着大城的方向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里是新疆，是我们初心的地方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里是新疆，是我们的菜干的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今天一天没吃菜，早上吃了点啊，不能扔。好多米饭，开吃了，大头菜也是四菜一汤啊。咱俩干一个粥，来，干粥。哎，好喝。好吃好爽，哇，这么香！哇，嗯，哇，那么多！这是我们昨天入住的酒店，古田酒店。出发了！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新疆的喀纳斯景区啊。昨天就住在这个小房子里面，非常好。然后在房间里能看到山，这边的温度啊有点凉，所以说我们都穿上外套了，准备好了，出发到景区去。这是我们昨天入住的酒店，古田酒店。出发了。出发了啊！出发了。哎，怎么感觉有点下小雨了？对，不是感觉，嗯，是已经下了，已经下了哈。哎呀，还是个重感情的大哥啊！刚才他上那个周边转了一圈，因为他十年前来过。和自己的夫人来过，想找找十年前的感觉。没扎安全带啊，我担心下大了，小雨还不要紧。出发到喀纳斯景区啊，天公不作美，又下起了小雨啊！小雨不要紧，看千万不要下大雨。再说杨哥不说呢，有阳光照射，那湖面更好看。那你说这今天又没有阳光了，嗯。晴天了，湖水好看。嗯。